不管我们共同经历了多少，终究是要站在对立面的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叫穆青了。你走的每一步，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下。一个不起眼的棋子，会让整个局势翻转。如果你想要在我爸爸的集团上位，我可以帮你，因为我想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要不要搏一搏？大战之际，人心不稳，你要把握好分寸。你就是警方的卧底，你竟害了太多的人。我想要的就是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做我们这一行的人。黑的是白不了的，白了也休想在黑的里面蒙混过关。